WSA 世界葡萄酒与烈酒 Club， 只要有了 WSA 的肯定，就相当于拥有了对葡萄酒品级划分和定价的权利。而陆威寻就是 WSA 史上最年轻的 Master， 所以呢，他也被誉为国内专业酒评人。 品鉴精准，定价严格而小于业内的。可怜啊，如此完美的斯曼男形象，却毁在他的破脾气上。这是一款简单的酒，完美主义。强迫症，洁癖。这款酒的批发价应该在不近人情，100元以下，零售价在200元以下。您这样，不是毁我的招牌吗？不清楚自己的品牌定位，才是在自毁招牌。 你放心吧，这钱我肯定得想办法还上。但是我爸，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受不了惊吓。您说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？别！怎么着？才出点意外？怎么着？才出点意外，我得养他一辈子是吗？当完你爹还得当我爹是吗？我要钱不要命啊！ 你可怜可怜，我这大晚上的我还得出来堵你，我容易吗我？德哥，您慢走啊！多亏我机灵，不然啊，这个月又不好过了。 Thank you.
算账了？不算啊，你说老爸的账怎么又对不上了呢？嗯，我帮你看看啊。您这儿多写了一个零啊。多一个零？啊，仔细算算。哎呀，可不是嘛。哎呀，这脑子是越来越糊涂了。没事儿，不碍事儿的。你就是打败黑旋风三兄弟的千杯不醉。嗯，是我。我这里的规矩很简单，一分钟内喝光桌上所有的酒，就算你赢。赢了，钱归你；输了，你从此退出酒场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？简单，可不简单。桌上这些酒，可不是一般的酒，烈得很。我可是费了好些功夫，才拿到的。不过，用来挑战你，值。行，爽快。醉醉，今晚喝得可还尽兴啊？还行吧，每次不都这个样，但是今天这个酒和以往的好像不太一样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好像我以前喝过。你不是没有味觉吗？还能喝出不一样？感觉不一样。啊，你今天来找我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哦。啊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还有下一场呢，我先走了。那你慢点啊。小心点啊，你那破瓶子早晚要碎。人家其他女孩都在身上背个机器猫、大白什么的，你倒好，天天背个破瓶子。这个才不是破瓶子，这个是秘密。哎，秘密，不就是你的白马王子送的吗？
你把我吃了你！小气太臭！你这么着急投胎什么意思？我东西挂你车上了，给我！你给我！给我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情急之下，无奈。身份证。啊！我现在着急赶时间，留下你的身份证和电话，晚点会联系你解决赔付方案。那你先把瓶子给我。身份证。好。啊！小心！ 就是今晚的活动现场了，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特别的期待呢？哎，这位老弟，你竟然不知道路威玄是谁？中国专业酒评人，拥有超乎常人的绝对味觉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。谢谢，让爸爸来疼你的小心心，我也爱你哟。哎，这位就坐在宝马里，不请你不要乱带节奏好吗？我爱豆闯荡酒瓶界，全凭自己的一身本事，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对不对啊？ 再警告你一遍啊！不要乱带节奏。我爱豆20岁之后就离开家自己打拼，好不好？传说中富二代的身份也是在他成名之后才被挖出来的。他接受这次跨界合作的邀请，就是为了向反对他的老爸证明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闪闪发光。哎呀！ 一分钟之内把这些喝完，
算你赢。哼，一分钟，你确定？怎么，嫌短啊？绰绰，你没事吧？绰绰有余啊。可能有些感冒吧，不碍事的。紧张吗？说实话，有点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计划 B， 酒标正确的排列顺序。提前把这个记好，避免出现意外。我不需要。OK， 我喜欢你的自信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一共只有60秒的时间。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，我只能把水箱砸掉了。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，我保证。OK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魔术师 Alexander， 很高兴来到东方神秘古国中国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。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最美丽的女士 ，Marilyn。以及今天晚上最特别的朋友，天才酒瓶人。陆威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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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威勋。今天晚上，睁大双眼，不要被眼前所欺骗。我现在邀请三位观众共赴晚宴。哎，这里，你救我！非常好，尊敬的客人已经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酒。我有3张卡片，描述刚才三位观众选取的酒，但是陆先生只能用他的超级味觉来找到这3款酒，并在封印魔剑的密码锁中找到对的位置，才会释放魔剑，再会救我的爱人。那陆先生，现在我来描述这3款酒。第一款酒，让人想到中秋收获的果园，酱色的浆果密密麻麻地布满枝头，果园深处隐约可见穿淡粉色羊裙的少女。第二款酒，仿佛一位白发苍苍的和平长者，他在新年的夜晚怀抱着一个顽皮的幼童，茶几上放着很多的坚果，他一颗一颗地将核桃、榛子、杏仁剥开，缓缓地送到孩子的口中，那是纯净的长者之爱。这是第二款酒。那么最后一款酒，那是让人移步到原始森林中的木箱，让人情不自禁地顺着林间小道走到水汽氤氲的湖面，一双双野蝶缓缓飞舞在透着红色浆果气息的灌木丛中。陆先生，只有60秒钟的时间来判断哪一杯才是正确的答案。一、
色浆果，草莓田里的粉裙少女，清甜。唯一的一款桃红葡萄酒，送分题。不下了，除了年份不同，这两杯酒别无二致，有意思。
大姐，您这是刚输了比赛的样子，您可刚跟别人输了三场了，三场了，还有心思在这胡吃海塞呢？又尝不出味道，让我给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他真的不如都给我，才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价值。我也要吃。 我先消下神儿。这太好吃了吧！我今天。 吃个饭，要不然明天万一味觉又没了怎么办？不是，那我多久没吃出猪火烧了吗？好吃？嗯，好吃。你能吃出味道了？嗯，你有味觉了？ 陆卫巡稿子交了吗？应该昨天交。什么叫应该啊？米娅，这期的稿子很重要，马上就要下印刷厂了。如果他再不交稿，我们这个月就要开天窗了。我们和陆卫巡合作这么久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状况。这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相信陆卫巡的人品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他绝对不会脱稿。来，你确定他不是因为这次我们不满意吧？ 放心吧，主编，我已经有了plan B。3天之内，如果没有消息的话，我会撤掉陆微寻这期的专栏。最近我发掘了一个品酒新秀，实力与陆微寻不相上下，稿件已经在我邮箱了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欣赏你吗？因为你优秀，太优秀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小伙子，你的五脏六腑很健康。嗯。小姑娘，你要好好保养身体了，不能胡乱吃东西啊。医生，我的味觉又回来了。我的味觉丢失了。我原来是没有味觉的。我的工作很需要我的味觉。我只想确认它会不会再消失啊。您这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异常啊。要不您再去那个精神科看看吧。啊？医生，我没有精神病。现在来看精神科的呀，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导致的味觉失灵。哎呦，现在人生活压力这么大，经常会出现一些头痛啊、焦虑啊、紧张啊、失眠等精神亚健康状态，也可能是缺某种元素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建议再去深度检查一下嘛。真是病急乱投医。您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只是想知道，我的味觉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回来的？哎，它会不会再消失啊？哎，这位患者，我正在给其他患者治疗，工作，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哎哎，放手！这位患者，哎，哎，有病没病？哎哎，你放手！你有病找医生，你拉我干什么？到底干嘛？喝一口，告诉我味道。你疯了吧？你当我傻呀？让我喝我就喝。我跟你说，刚才你的所作所为可都被监控摄像头给拍下来了，你可别想做什么坏事。哎，你干嘛啊？我给过钱了。这车是英国进口，定损费至少在4万元以上。4万元？你想讹我呀？喝一口，赔偿就免了。苦瓜苏打，喝一口，4万。喝一口4万。你再说一遍。4万元喝一口，我可录音啦。喝，什么味道？这个也太难喝了吧！要不是看在4万元的份上，我也不会喝这么恶心的东西。我问你什么味道？
苦后有回甘。百分比是多少？苦7%，甘2%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串数字，我随便说的，不会影响赔偿金额吧？我的，你的，我给你了。这是我的，你是怎么把它夺走的？把它还给我！你疯了吧你！你说什么疯话呢？我何不醉？虽然人穷，但是志不穷。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你凭什么说我拿你东西啊？少污蔑我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你把它还给我。大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别矫情了好吗？你该不会跟我说这是你的初吻吧？你看看你，一把年纪了，骗小孩呢。兄弟，你也别太难过，不就是个初吻吗？你看，我初吻也没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初吻。你不用对我负责的，虽然我有点吃亏，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呀。你看这个水我也喝了，成分我也告诉你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干嘛？拿了我的东西就得给我还回来。今天不止第一次见面，危险才发现后知后觉，解开魔咒氧气新鲜，只要看见你的侧脸，一切短暂，风暴都过眼云烟。夜晚面向黑暗，也是种体验，就让看见味道的你陪着我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